这个学术界也一般上都公认，吴老师呢，他是马华文学研究的一个开山的人物。首先，它让主要是世界各国人知道有新马华文学的存在。他编著的马华文学大系，比较一下香港或者台湾或者大陆，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可以说是有世界水平的工作。方休先生本名吴之光，生于1922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编写《马华文学史》和转集《马华新文学大系》，接着是他在担任报纸杂志编辑时所撰写的文章，以及对后进的题写。方休是最先从事新马华文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也是本地人写本地文学史的第一人。他的重要贡献是开创了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方休当年要研究新马华文学的时候，那些作品是散布在各种杂志以及报刊里面，因为战前出版的这个单行本啊，个人的集子非常非常的少，可以说是，废纸堆里面给他找出来的这些资料呢，这个非常不容易的。方休以坚强的毅力，从1957年开始，长时间大量发掘和整理史料。当时还没有显微片，也没有复印机。他和助手宋雅等将旧报纸一张张摊开，一篇篇用手抄下，依据这些资料来编纂新马华文文学史。我本来就喜欢历史的，有空的时候我都靠外出，对啊，就是都中国历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那个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一点现代史，所以觉得好像这本地太空虚了。应该有一些东西可以给人家看，先做这种资料的整理跟爬书的工作，这个就花他很多时间。第二点呢，他同时呢还要去写，根据他所爬书出来整理出来的资料去写一部文学史。哦，所以这个再三呢，他又编了一部大戏出来。马华新文学大系，一共10本哈，所以这三个工作是非常重的。他以一个人的力量，而不是国家的力量。当初我们还没有独立嘛，啊，所以他以一个人的力量去做出这样的工作。找资料最辛苦的，啊，有发现有什么资料，就我们都很欢喜。来福特是博物馆有一些。不要的就报纸，移交给新加坡大学。我们去那边找朋友，请他们帮忙，我们去要求一些报纸可以给我们翻呐、啊，在报纸借给我们呐、啊，有些报纸在给我们拍相啊，这方面呢就。自己做的最辛苦了，那么归纳到自己这边来了，就没有什么觉得很辛苦的了。以手抄和翻拍旧报纸这样最原始的方式收集资料，方休编纂了10册《马华新文学大系》，分门别类为理论批评、小说、戏剧、诗、散文。剧韵和出版史料等。对于战前马华文学的起源、发展、演变，以及他的作家作品的一些这个成就啊，都做了非常有系统，而且很科学化的这个研究。那么陆续
在报纸上发表，后来就收集成那三部这个三册的那个巨著了。所以他所建立起来的这个研究这个马华文学的那个架构啊，可以说成为后来研究马华文学，不管是国内或者国外的那些学者，他们主要的一个依据，或者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模楷。海外华人的这个成就跟他的这个在文学的这个表现呢，很不容易放到中国的主流，因为这是海外。马华文学这个大戏呢，有它另外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不是在中国或者是香港、台湾，而是在东南亚华人的文学史，这个意义更大。中国把南海一号把它捞起来，能够就是在埋藏文这个那些古物啦、古董啊、瓷片啊、瓷器啦，都被他这个是一个专辑。潘修先生呢，他能够整理这个马华文艺的史料跟作品，可以说也是一个传记。这个传记就可以媲美为《南海一号》。1966年，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林徐典教授邀请方修在大学授课，这是第一次将新马华文文学带进学术殿堂。起初，方修兄有一点犹疑，经过我的劝说，指出马华新文学走上高等学府的讲坛，在新加坡可以说是一种创举，在东南亚可能也是一种创举，这是对马华新文学作品价值的一种肯定，也是对马华新文学作家地位的一种肯定，意义是非常重大了。结果方修兄同意了。林徐典教授和方修可说是奠定新马华文文学学术地位的大功臣，从此新马华文文学渐渐受到国际重视。他编出大戏跟写出这部文学史，因此呢，起初是引起日本人的研究，与此同时呢，中国现在也开始进来了，开始有人研究了。那么最主要的是欧美有些博士生啊，或者是写硕士论文的人，也以新马华文学，当然他们是用英文写的，来作为研究的课题。2001年11月10号至11号，由大马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办，八个团体协办的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圆满举行。来自中国、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学者共撰写了18篇论文，对方修在新马华文文学史、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在这之前，大马董教总教育中心曾请方修编一套马华文学作品选，作为华校的中学课本内容，这在当时是个创举。董教总方面就请这个方修先生编一套那个马华文学作品选呐、那么这里面有四个散文、小说、戏剧，那么当前四本，然后也是四本，一共是8本呐、后来还跟他出了这个马华文学简史啊，还有这丹后马华文学初稿这两本书，那么这个是方便给学生阅读。然而，这样庞大而繁复的文学史编纂工作，并不是方修的主业。他当时是《星洲日报》编辑，在深夜下班后才兼职编写新马华文文学史。一个人的力量，要把这么多的史料，一年一年的收集，一年一年的发展，而且呢，
还好他的家庭能够，就是他太太他的孩子能够谅解。你看他牺牲了各种各样的应酬的时间，他报馆工作了之后半夜要起来写稿，起来收集资料。我小时候我爸爸就有，他是很忙，他有带我出去。其实他带我出去的那些地方和他生活写作编写马华文学史都是有关的。比如我就记得两个地方我最常去的，一个就是那个国大中文系林徐典教授的家里，他就时常去和他谈那些资料的东西。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世界书局凌晨，他时常也是在那边，我他们一谈起来就是三个钟头四个钟头。据我所知道他应该自己掏腰包啊，因为他是文人，所以好像他对都要把钱都看得很轻这样。所以我记得他上次他拿着一个相机，那么就去国家图书馆翻那些旧的报纸。因为我相信他，因为他要做这些出文学，他应该有一些真正的历史来做一些底或者做一些资料啊，所以他去国家图书馆拍，就把下面拍一篇一篇的旧报纸，很旧的报纸都拍下来，拍了那么以前的相片子，拍了你要洗下来，要一张张相片洗了很多张相片，那结果他要叫人家，因为那个字很小，他必须抄下来。我记得他好像叫人家去抄一张是5块钱的，当时5块钱很大的，所以我心里就想，你花了那么多钱呢，到底能够赚吗？我妈妈是跟我说，出书是不会赚钱的，一定是亏钱。那我就他，就说牺牲了那么大，但是我们又不是很有钱，我们家里呢都是清苦的人，那花了这样多钱，就是为了这些他的那著作那些史料，我觉得有点的不值得，这样是有点心痛。不过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应该是比较像是比较可贵吧，这样的精神是比较可贵。这点本来就是要做这个工作，现在是把这个时间花在这个编撰上啊，觉得很满足这样子啦。我觉得今天我们对他的这个贡献啊，给他的评价，现在我们看来，我觉得远远还不足以反映他的那个实际的贡献啊，应该给他更恰当的更高的评价，才会对他个人对历史公平了。比如说我们的文化奖啊，他早就应该拿了。方修作为文学研究者和作家，也创作出200多篇散文和几十首旧体诗词，先后出版了《碧席集》《长夜集》《清晨集》《重楼小诗》《红楼梦简说》等等作品。我提起这吴老师呢，就会让我们联想起啊，在这个中国近代五四时期的一些著名的一些学术或者文坛上的人物，比如说夏敏俊啊，朱自清啊，闻一多啦，鲁迅这些人物。那么这些人物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说他们不但是在文学创作上有非常卓越的成就，在学术研究方面呢，也有很辉煌的贡献。那么吴老师呢，也是这样，他在文学创作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到现在已经出版的那些散文集啊，有10多册，里面所收纳的他的一路来发表的作品，散文作品有几百篇。那么这些作品呢，可以说是字字珠玑啊，掷地有声。这个方修先生他本身来讲，当时来讲，他已经算是在我们青年学者来讲，他是算是
一个出名的文人呐、啊，啊，这出名的文人，当时来讲，他比如说，对这个五四运动的五大夏这个他们的现实主义的流派的，有没有介绍了？对本地的一些早期的这个二战以前的这个文艺界的一些人士的一些介绍，呀，那么还有他对，特别是他对鲁迅的一些他们鲁迅的作品的阐述，这些给我们影响就很大了。所以说我们应该是讲，我们是把它当作现在用，现在就是哎呀一个有追星柱啊，啊，追星柱啊，那当时在学生就说，哎，他就是我们的一个偶像。方休身处大时代，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反英国殖民、寻求独立的时期，当时生活十分动荡，现实主义文学是主流，艺术为人生，文艺救国是共同的理念，而方休也推动当代的新马华文文学向现实主义道路发展。一个作者最重要的是他的道德人品啊，有些人写文章写得很好，而且道德人品并不好，结果是出卖国家民族了，这个他就不久就给人家忘记了，好像汪精卫啊，是吧，写诗写得很好，他搞结果去跟日本人合作做汉奸，现在大家都忘记了这个人了。其实在50年代中啊，那时候我很年轻啊，刚开始去写作啊，老实讲还是一点不自量力就写了一部啊将近10万字的小说啊，那就是想翻译那个大时代，就是那个时候是因为是反殖民运动嘛，很日潮汹涌的时候嘛，那个时代的青年的遭遇，那么写完以后我就拿给范老师看了，叫他指教一下，这样他也不厌其烦，真的从头到尾啊把它看到完，很借助帮助后辈利用精神来给他鼓舞了。方秀有编了一本叫《乡土》，我刚好有一篇文章，这个中篇小说就是那个叫《黑马》，那么想在他的原地上发表。那么之前当然我已经知道这个人，我见过，好像知道这个老作家了，也见过他一两次面，但是那次他是说那个小说里面因为可能有一些我写的像写实，那么公怕说这个牵涉到一些情节，可能是会牵涉到官司啊，所以他约我谈了，然后叫我看是不是能改一些情节的一些内容或者什么之类的，包括说叫我换点笔名啊。1962年，参与反英国统治、争取沙拉越独立的诗人吴岸被捕入狱10年。出狱后，吴岸于1977年底第一次赴新加坡拜会方休，方休给他很大的鼓励。我记得方休先生那时候是在新加坡大学中文系担任讲师，他住在大学校园里。那时候方先生很热情地接待我，他知道我在出狱以后呢还要继续的写诗，所以特别的鼓励我。那一次的见面呢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1978年呢，我重新开始写诗歌，写了《大班树礼赞》一系列的作品。到1982年8月，我的诗集《大班树礼赞》出版，
方先生呢，就欣然为我的诗集写序文。主要他提供这个原地了，让我们发表文章啊。同时，那边还有几场讨论辩论呢、非常热闹啊。关于哲学问题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都有一些讨论的，啊，搞得非常热闹。主要我觉得方修先生，他对我们的影响，应该是不是言教了？我们说中文讲言教和身教啊，他应该是身教比较突出啊，就是他以自己的行动、行为跟风范来影响我们呢、而不是像我们以所理解的老师一天到晚唠唠叨叨，你这个错了，那个错了。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他不是这样的了，他把我们当朋友。其实我们跟他年龄差了一大截，可以说我们这些年轻文艺青年跟他在一起，大家好像是忘年之交了。早期的就是以这个反，还很多是反封建的，比如说啊，这个对一些歧视妇女了，但是对着这样的一个小说啦。这些都有对这些社会问题了都有提，那么到后来就是有一点，他有说为下层人啊那个抱不平的啦，就是反映一些下层的生活，下层。那么再下来就对一些知名同志，特别是在50年代，这时候独立浪潮比较汹涌的时候。反对殖民统治，那么同时也反对殖民统治，就是就有一些社会运动的描写啦，描写，那么有诗歌啦，特别在诗歌。方修作为这样大时代的作家，他的文风和个性又如何呢？他的为人是比较宽厚了，这些例子也是不少了。就是因为在他写文学时要对很多人物进行评判，有没有？所以你做的不好，可能会很多人有意见啊。实际上也很多人有意见啊，因为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哦。但是方修他抓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啊。你当时处于怎么样状况，我就讲你怎么样的状况了，是吧？因为他从事文学，他是主要是。你真正的反映当时社会上一些主要的一些现象问题，你反映社会比较深入，他就给你比较高的评价了。呀、我觉得父亲最令我敬佩的是他的人格，就是他不依附权贵，也不去巴结那些显要什么的，那就是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立场，然后追求自己的理想，就是很踏踏实实的，他就想为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做出贡献。然后他数十年如一日这样子，我觉得很不容易。就从他的作品里面所反映出来的，那个吴老师的一个个性啊，他好像是一个很刚勇强悍的。一个作家，所以他对于这个人物的褒贬啊，他可以说是不留情面的，而且对于他是认为这个要贬的人物呢，他也是毫不客气的，很直率的，加以这个评议。那么他在可以说是冷嘲热讽啊。所用的这个语言也非常的这个辛辣尖刻，文风非常的犀利，就好像一把头枪，一把枪啊，投到对手去啊，这可以说所向披靡啊。所以当时还没有见过吴老师啊，只读他的文章，就觉得他这个人的确性格非常的强。刚强的一个作者，可是后来见了他，认识了他，就印象完全改观。他就为人可以说是非常和蔼可亲，而且温文儒雅，
那么对于这个后辈啊的关心，更是可以说是关怀一辈子。方修作为一个报刊编辑，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提供文艺青年发表文章的园地，为年轻一代写书序，并乐于帮助肯上进的年轻人。我的第一本书《李成记》是因为方修先生的推荐，他有机会在70年代出一本书。那时方修先生不知道我是谁，但他却出于爱护后辈的热忱，推荐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作品出版。很关心这些后辈的生活了，因为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南洋大学毕业出来，很多在社会上找工作不容易，因为这个是英文源流的社会了，对华不并不是太重视了，所以出来有时候不容易找工作。那么他有时候就报馆有机会，他就介绍这些朋友、这些同学去报馆工作了。他对于我们写文章，他提的意见不多，就是尽量跟我们发表了，偶尔会提一点意见啊，但是并不会每一篇都提意见的，倒是他有时候会建议我们写什么。当年大概应该是在197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在报馆工作，方修先生就跟我提起说，他研究马华文学史的时候，就听长辈说过，郁达夫先生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曾经在《星洲日报》写过一段时间的社论呢。那么这些社论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人去把它发掘出来。那么方修先生希望我去做这样的一项工作。当时呢，我年轻了，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去尝试了，不知道说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后来我就在一个文化机构里面去借他的这个显微胶片来看。那么当我开始看到有一点点成绩的时候，发现果然有郁达夫的社论的时候呢，那个文化机构他不让我再继续借用他们的那个显微胶片。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这个方修先生呢，就通过他的朋友到当时的新加坡大学去他们的资料室那边借用这个《星洲日报》的这个显微胶片，那么把有关的这些社论呢都把它影印出来。那么因为这些影印件都是有通过这个有上面有显影剂的，那么显影剂在这个资料上面久以后，那些文字就会变得模糊，看不清楚。结果方修先生呢，就他亲自把那些影印出来的资料呢，一张一张的用水把它清洗过，然后又再晒干，晒干以后把它整理好交给我，那么再由我去做这个辨认的工作。所以呢，方修先生他是默默的在帮助这些年轻人呢。那么这些事情可能人家不知道，那么我们长辈知道了，我们就在心里面是觉得非常感激。我计划出版第一本的个人专辑散文集，书名叫做《湖畔晨起》。那么这本书的整个出版过程，从书名、打字、编排、选择开本、介绍出版社、书的售价，甚至呢出版后的销售，方修先生都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当时我就想，我应该请方修先生为这本新书写一篇序文。但是我又想呢，他文学史研究跟写作两头忙，恐怕抽不出时间来写。但是当我一跟他提出呢，他立即就答应下来。认识方先生已经30年了，
他一直是我的导师，在诗歌创作上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近十几年来，我因为工作条件和健康的关系，很少有机会到新加坡，也没有办法探访方先生，我只能够在电话里或者用年卡上向他问候，也曾经写诗和歌曲呢向他表示敬意。在上个世纪60年代，方修在每年1月1号都会在《星洲日报》新年特刊发表一年来的文艺界，介绍过去一年最出色的新马华文文学作品。我那个时候在《星洲日报》编几个副刊，其中有一个是儿童的副刊。儿童副刊，我为了给这个儿童鼓励，我在他们文章后面有时候写点评语了，写点评语。那么，在1969年那年的文艺界总结，方修每年有写一篇文艺界总结了，在《星洲日报》的年刊里面，他就把我那些给小孩子写作的评语也放在里面了，说这个是很好的文艺批评了。所以很显然是鼓励我们，你写得不错，你鼓励写了，所以对我的鼓励也很大。因为在那一年的总结里面，他引用我另外一篇论文了，因为我那时候编一个杂志，建设杂志啊，我每期我写一篇每页专题了，那一期我是写一个第七期的，我是写一个继承传统促进文艺了，那里面他也引我一段，他说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出一些观点。特别是一个时代精神啊，他就引了一大段时代精神啊，所以在那年的方修写的文艺界里面，连续用我两个地方的作品啊，我的每页专题的评论的文章，我对小孩子写作的评语，他都引用了，我就觉得，方老对我们的鼓励真的很大了。2005年是方修从事文学工作的60周年。文坛人士为84岁高龄的他举行大型庆祝会，有300多人参加。2002年，他因跌倒而致右手骨折，因年纪大而不能接回，但意志力超强的他开始训练自己用左手写字。自此，短诗用左手写，长的文章则口述，由他人笔录，继续发表文章。最近要出一本，我一本小小的随笔的啊，他写了一首诗，写一首诗还过，他自己已经是很，这个应该讲是比较很困难的啊，这样行动也不容易，但是他还在关心啊，就在你是不是你还是开心呢？因为他还把这个记在心里面，所以他在诗里面啊，还特别提啊。最近我们这一期10周年的纪念刊，他也写一首诗，而且用左手写，我们把它登出来，那么用电板拍出来给大家知道，说明方修还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受方修影响的文人不计其数，更别说他的家人了。方修育有2子2女，如今已当了曾祖父，这是他的孙女吴亦红在8岁时写的书法。我写，因为那时候我的校训是勤学断播，所以我觉得是人生应该遵守的一些品德，所以就写。我记得他以前告诉过我一件事情，到现在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说，做学问没有走捷径的，没有投机取巧的，是不可以投机取巧的。就是不管你做些什么东西，都是要从最基本的。基本功打得要很扎实，因为我们经常都差不多每一个星期都有回家来，最少一次来看望他老人家，也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向他在各方面的请教。方老的人生精彩若此，却从未想过为自己立传。方修先生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啊，所以我们一直说，哎呀，你经历这样多，你应该写个自传。讲了很多年，他都不写了。后来呢，我跟柳颂啊和陈林真啊三个人组织了仙人掌出版社。在1980多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在他家里，终于说服了他用口述来讲他的经历。
因此跟他出版了一本由他口述的自传。在培养后起之秀方面来讲，他做了很多工作了，但是他是默默无闻的，就是说除了我们这些外人替他做一点宣传工作之外，他本身呢就并没有说特别去要谁去说替他宣传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又很自然的替他先宣传。而当年与方修素不相识，却因方老推荐得以出版第一本书，并被方老写书序给予高度评价的真功，接受长河的推荐，在2007年完成《方修传》。那是长河先生的错爱，他点了我的名字，地上的那个，我知道自己不是写传的最恰当的人选，但是可是一项责任需要肩负起来。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三十年来的交往，方修先生给我的是引导之情，我应该有一点小小的回报才是的。以方修为博士论文题材的欧清池博士认为，方修的贡献可分为三方面：第一，编写战前战后马华文学史，并编纂马华文学大系，让世人知道马华文学包括新华文学的存在与价值；第二，编辑文艺版以及为年轻一代写书序，推动新马华文文学朝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第三，他创作了200多篇散文，几十首旧体诗词，丰富了新马华文文学的遗产，而他崇高的人格更是后学的典范。他的个性是很开朗的，而且他的思维很敏捷，做人很有原则，有立场。在他的内心里面，相信他那一把对于判别是非的那把尺是抓得很紧的。我们当他是朋友，也当他老师，他对于新加坡的这个文化事业了，不仅仅是文学了，文化事业有很极大的贡献的。方修先生的记忆力很强，过去几十年的一些事件、人名、作品，甚至人物之间的谈话，他都能够如数家珍，娓娓而谈。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说他的记性特别好，非常好的记性，差不多是一本活字典了。就是说如果关心马的一些什么过去的一些文学上的一些文坛的一些事情啊，你只要问他，他几乎都很少有不懂的。他很爱我们，然后每个星期我们来的时候他都会很开心，看到我们也是会跟我们谈天，然后就算行动不便，可是他还会送我们到电梯门口，就是尽量不要给人家带来麻烦。因为我记得上次他跌倒了，然后是好像傍晚，不是，是晚上的时候，然后大家老是在睡觉，可是他就是他不要打电话叫我们带他送他到医院去，就是等到白天了大家起来了他才告诉我们。他是一直很坚强的一个人啊。那么举个简单例子，因为他在2002年过年的时候，因为他爬高放东西哦，结果跌倒，结果这个右手腕骨断了，年纪大了不能够接回了，所以变成手断了不能够写字，那么脚也裂也没有，所以不能够走路，现在坐轮椅了。因为右手不能写，他就用左手训练了，所以说训练左手可以写字了。他一些诗他基本上用左手写了。来敬重这位老先生，首先要敬重的是他的精神。一个人的力量要把这么多的史料一年一年的收集，一年一年的发展，他们的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可能比我们学生来的宽广。应该讲这个是我们现在来看是他的一个优点，因为他并不参与什么社会运动的，他其实他我的理解他并不激进的，他还是从学术上
所以说在他收进去的画家的那个作家的范伦芽，那么有一些我们也不当作为学生的我们也不一定认可的，可是他的面比较广，所以我感觉到他还那属于比较的一个平衡。方先生是我们新马华文文学事业的伟大的一个功臣，他今年86岁高龄了，仍然为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事业锲而不舍的工作，他这种崇高的精神值得我们新马作家学习。访问方老师，我们问他人生的座右铭是什么，从事了一辈子文学事业最骄傲的是什么，要送给年轻作家的话又是什么，结果他的答案都一样。不要浪费自己时间来，要这个要诚诚恳恳的写作了，要老实注重自己的品格道德，不要说谎，不要骗人，不要出卖人啊，这个是一个作者最重要的。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在2008年3月连同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替这位品格高尚的文艺先驱人物举行作品和资料展及座谈会，并同时发布方修编著资料集录和方修先生的最新作品《新马华文新文学60年》这两本新书，为新马华文文学史的奠基者方修留下历史见证。Thank you.